孫悟空，你大鬧天宮，我係奉玉帝之命嚟剷平你花果山，收復你嘅妖猴嘅。妖猴？我唔係妖猴，我係花果山水簾洞美猴王齊天大聖孫悟空啊！妖猴唔係你個三眼仔叫。好，既然今日大羅神仙咁俾面嚟到我花果山，老孫就陪你玩翻兩個回合啦。Yo， 十萬天兵，使乜驚啊？猴子猴孫。但是收服妖猴，何故擅离职守？所谓何故？回玉帝，臣刚才正与妖猴相斗，胜利在望，但是妖猴生性狡猾，被他走甩了，现不知何往，故臣特回天庭相借照妖镜，查察妖猴下落，等他无所遁形。举令臣，臣在，速速拿出照妖镜，正查妖猴的下落。臣领旨。启禀玉帝，妖猴在灌江镇二郎真君庙。二郎神又点同齐天大圣斗啊？好，就等老孙拆咗你个庙。叩见真君，面见帝啦！今日何事禀报啊？民间香火鼎盛，有啲烧香求福，有啲求福许愿，有啲诚心求福啊！真君，佢哋求嘅咩福，许嘅咩愿啊？有一民女王翠，佢乐善好施，饱读诗书，孝顺父母，佢希望上香能够早日觅得如意郎君。咁我就判佢一世无缘分，无儿无女，无依无靠，喺街头乞食终老啦。但佢积得行善，正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请真君明察啊！我话咁判就咁判，下一个你。有个恶霸土豪，佢叫李虎，佢杀人放火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。佢上香希望能早日得长命百岁。好。咁我就判佢长命二百岁，家财千万，儿孙满堂，而且个仔仲会得中状元添。启禀真君，此人作恶多端，罪孽深重，点可以有善报噶？咁系有歪，不必多言啦。我话敢判就敢判，注意得个靓声先。系真君，同我出去。真君你大胆妖猴！影今年我都冇影，真君，里边嗰个系孙悟空，佢变身幻化成我嘅真身，佢做过啲咩？
佢胡亂咁判決文書，將民間嘅善男信女祈福許願搞到亂七八糟，一塌糊塗。妖猴，取你狗命！乜你咁遲至翻㗎？你間廟已經變咗做花果山水簾洞美猴王齊天大聖孫悟空廟啦！妖猴，你做得好事啊！唔搞錯啊！我幫你批改文書執行職務，你多謝都冇聲啊！動刀動槍，不近人情啲噃。快！切！好，兩老鼠一啖咬死你！我哋系妙手，咦？呢间庙咁古怪嘅？哟，三眼仔啫嘛，使乜惊啊？妖猴，任你点逃都逃唔过我法眼，等我踢烂你嘅庙门，打烂你嘅庙窗。好惊，好惊，好惊，好惊！使唔使咁多人啊？好，多啲嚟抹啲手啦！孙悟空，你都系塔落去，系咩嚟？猴子猴孙，孙悟空，你再执迷不悟，我就将塔内47000里嘅猴子猴孙变成灰烬，立即束手就绑。咒玉帝，妖猴孙悟空大道，大胆妖猴，不知死期将近，凌霄殿上岂容你放肆？跪低！如果系凭真本事捉到我孙悟空嘅，老孙绝对写个符字，用埋啲咁嘅哪吒手段要挟我老孙，仲要我跪低？除非你下世投胎做鸡。妖猴，等我一枪取你性命！二郎神，何必动怒？朕自有主张。神之罪，玉帝，神太白长庚星有事启奏。太白金星，如果你想帮老孙求情，不必啊，老孙心领。我孙悟空只系想求玉帝一件事。乜嘢事？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面个钟仔 subscribe 啦。